1987年以来，每隔两三年就要在中国举办一次全国性的艺术节，到92年已经举办了3届。许多来自专业的和民间的演出团体都要拿出自己顶级的节目与广大观众见面，精彩的表演常常吸引千千万万的人，他们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来自城市，也有的来自世界各地。1994年8月18日，在中国西北部的大城市兰州举办了第4届中国艺术节，这一天成了中国人的盛大的节日。兰州是中国甘肃省省会所在地，黄河穿过市中心，这里大桥飞架，被人称为黄河第一桥。兰州还是中国大西北的交通枢纽，拥有不少新兴的现代化工业。第4届中国艺术节是由文化部主办，甘肃省承办的，有46台大型文艺节目演出，3000多名艺术家登台献艺，观众多达280万人次。大型歌舞《黄河潮》是艺术节上正式推出的第一个节目，全剧分为春潮、花潮、浪潮3个篇章。这部大型歌舞采用写意的手法，用夸张的比喻激发人们的想象，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姑娘们梳篦展袖，迎接春天的来临，她们舞动鲜花，象征吉祥和生命。黄河哺育了中华儿女，黄河潮歌唱黄河母亲的活力和永恒的生命。板舞节奏感很强，带着强烈的传统气息，展现青年人心地的宽广和机体的力量。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是人类的未来，他们的表演充满志气，深受人们的喜爱。从这连绵起伏的涌动，让观众联想到了奔流直下的黄河。黄河是中华文化的摇篮，黄河精神受到人们的尊敬。甘肃享有戏剧大省的称号，这里的人都能歌善舞。
广场行进式的陇原风的演出吸引了倾城而出的人。很久以前，中国丝绸通过这里运送到西亚、欧洲等地，被人称为丝绸之路。这场戏叫《丝路彩虹》，显然是赞美那时的中外友好往来的。龙是个被人们长久歌颂的主题，陇原风中的舞龙长达数百米，场面宏大而热烈。这里表现的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有关女娲团土造人的传说，这些动人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大法号是藏传佛教的大型法乐器，音量宏大，很有魅力。藏族人民非常喜爱面具舞，它能拟神，也可以扮兽。公元一世纪古罗马就已经出现的艺术形式戏剧，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话剧《极光》表现的是1990年中法美英日和前苏联六国六位探险家徒步横穿南极的壮举。一个科学家，人类向风雪严寒挑战，人类需要和平友好合作。行不乱其所为。黄梅戏是中国一个有名的剧种，拥有众多的观众，唱腔婉转，舞蹈语言细腻传神。黄梅戏《红楼梦》表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人人都能唱上几句京戏，这一艺术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京剧《夏王悲歌》讲述夏王东征西讨，叱咤风云，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也能顶天立地。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儿子懦弱，最终强大的父亲竟被懦弱的儿子所杀。格调清新亮丽的新疆维吾尔族歌舞总是洋溢着朝气勃勃的生活气息，这个天山彩虹把传统的舞蹈语言和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在艺术节上受到热烈欢迎。张骞是中国一位妇孺皆知的英雄，在2000年前的汉代，他出使西域，广结邦交。民族歌剧《张骞》正是根据他的事迹创作的，歌唱如泣如诉，表现也更注重动作性。
国观众对西方歌剧艺术形式也不陌生，歌剧《马可波罗》在艺术节上也引起轰动。这个剧讲述的是意大利的友好使者马可波罗和中国蒙族姑娘索伦恋爱的故事。香港芭蕾舞团为艺术节献上的芭蕾将古典与现代交融在一起，获得观众的掌声。台湾的民族舞别开生面，他们曾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这次也来到了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上，让观众一饱眼福。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外文化交流，艺术节还邀请了一些国外的艺术团体在艺术节上演出。各界观众热情赞美乐舞师敦煌古乐，唐谱在中国失传了一千年，这次开发整理出来在艺术节上演出，被认为是文物的复活。唐乐舞把诗歌、音乐、舞蹈融为一体，十分动人。人们信仰千手千眼的菩萨，这众多的舞蹈家多重影像的表演，正是千手千眼菩萨的具象。他能发现人世间的最美好的事物和心灵，给善良的人们以帮助。甘肃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敦煌石窟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很早就受到世界的重视。甘肃民间的传统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用不同颜色的纸能编织出纸织画来，非常别致，常常引来大批围观的人。这种文化活动叫牛台花轿，这有趣的活动把人们带到了黄土高坡。这叫剪纸，艺人们的巧手能剪出各种各样的图案来。这叫皮影戏，可以塑造有性格的角色，演出情节复杂的剧目。甘肃还是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像裕固族是中国人数最少的民族之一，这山地民族淳朴豪爽，善良好客。在整个艺术节期间，天天都有四面八方赶来的客人，更增添了兰州的节日气氛。8月28日，狂欢之夜联欢晚会把艺术节活动推向高潮。你把生活的蓝图描眼，我把心中的理想挥远，舞姿宣出，人们像置身在梦幻世界里，
花婀娜多姿，人心花怒放。每一个人都是观众，每一个人都是演员，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进来。这是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美好的夜晚。艺术节在短短的十天中就降下了帷幕，但艺术节的风采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朋友，真希望在下一届艺术节上能有机会与你相逢。